情路弯弯，前奏两个八拍以后加四拍，踏右左脚，右左手掌下拍下按，一二搭你的胯，三四端盘子。好，第一段往前出右脚交叉踏点，一二拳头打开，好、哦、不要这样哦，把拳头朝上哈、哦、拳头一二三四，好，两手左手前右手旁边，右脚点两下，臀部右推点点踏后点，好，二二左手搭右腰举右手，好，三四退左脚一步，五再退一个右恰恰，右恰恰，好，搭这第八拍，好，三二三四五六踏后点，四二三四五左恰恰，七八，好，第二段一二三四，右手绕头，左手掌心朝上，五六七八，好，这是右左踏点，好，右转二二踏前点，举右手，左手搭右腰，好，右手放胯，左手由下往上，左夹脚左恰恰，五六左恰恰，好，第三个八拍，三二三四，我们要勾右脚，左脚要踮脚一下，双手绕往花勾，五六，然后抬左脚往右交叉，手打开，七八，好，七八，好，手掌心朝前面，右左摆动，右脚前点后踏，左脚后点前踏，出右脚菱形步，五六退右脚，手打开，七八，好，那这个做完以后再做一次第一段，好，第一段做完以后会做间奏一，讲一下，出右脚踏前点踏后点，右脚一二三四，右脚点在左脚右边，你要注意哦，双手握拳，右手手肘心预备在高的地方，右手高左手低，右手要往下拉，拉六七并脚，好，这样点四下，换出就是从前面左转到这边，出左脚二二三四，左脚菱形步，出左脚菱形步，左脚往前踏一步，左转后面，五右脚往左交叉转后面，六好退左脚，七收右脚，八好换左脚踏前点踏后点，三二三四，我们要点左脚右转回前面，所以左脚要点在右脚前面，左手高，左手往下拉，左拉六七闭脚，好换右脚踏前点踏后点，四二三四，出右脚离心步，五六七八，好，间奏一完了以后，间奏二，好，开右左脚，踏右左脚的时候，右手下按，左手手掌下按，一二，然后拳头掌心朝自己拉下来，踏右左脚，三四，好，拳头往两边打开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拳头往左斜前出去，踢右脚踏后点，踢踏后点，三四，手掌心朝下往右甩两次，点点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开右左脚，右左手掌心下按，三二，然后往右边右掐起来的时候，端盘子上推两下，五加六，等一下，三二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好，拳头往后，拳头往后，右脚左斜前点，四二左脚右斜前点，三四，好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我们脚跟可以朝右左边，臀部右推，五六七八，那还有一种方式，就是你臀部右推的时候，中心右脚你可以勾左脚，
臀部左配的时候可以重心左脚勾右脚，七八，好，这就是间奏二，间奏二再练习一次好了，从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加四五六七加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做完以后再从第一段、第二段做两次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间奏二，间奏二结束，五六七八，收右脚，收左脚点一，掌心朝前面，手打开，好，大概快速的讲解一遍。